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秘密关。龚俊洲比唱冰墩墩雪融融，参加央视元宵晚会视听盛宴，群星荟萃。元宵节是中国人的情人节，元宵于漫天花火之间遇上意中人，正是这个节日最动容之处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多么浪漫。元宵便是这样一个自带浪漫气质的节日，遇见一个意外之人，遇见惊喜。果然他来了，他也来了，龚俊来了，周笔畅来了，李斯丹妮、宋轶、林允、万茜来了，冰墩墩、雪融融也来了，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。龚俊、周笔畅、李斯丹妮、宋轶、林允、万茜、冰墩墩、雪融融参加央视元宵晚会，相继亮相央视元宵晚会彩排现场，可谓是视听盛宴，群星荟萃，众星云集。是啊，元宵节是中国人的情人节，巧的是这个情人节恰好发生在一年中的第一个满月，大概是月圆时见你是最浪漫的开始。中国人的元宵呢，中国人的情人节适合相遇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龚俊惊艳亮相央视元宵晚会彩排现场，备受瞩目。红色西装，白色羽绒服，身材挺拔，阳光帅气，真的是新鲜的俊俊子。看到龚俊惊喜现身央视元宵晚会的彩排现场，有网友直呼风带着秘密吹过一片森林，于是每一棵树都知道我喜欢你，龚俊。龚俊啊龚俊，好久不见，戴着口罩都能够感觉到的帅气，花灯如新烟，火如梦，欢腾在漫天花火中，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，在漫天花火里收藏甜蜜的心意。元宵的浪漫就是与你一起看灯看人，看尽满城的美景良辰，看你的舞台，看你的歌舞。期待龚俊红衣俊俊，红红火火过元宵，期待央视元宵晚会。元宵节当然了，最开心最浪漫的事就是看群星荟萃的央视元宵晚会。小编注意到呢，龚俊惊艳亮相央视元宵晚会彩排现场，备受瞩目。同样备受瞩目的还有周笔畅、李斯丹妮、宋轶、林允、万茜、冰墩墩、雪融融等。哇，周笔畅身穿短款小西服，外搭黑色外套，精彩现身央视元宵晚会彩排现场。看到彩排现场的周笔畅，看到周笔畅与粉丝热情的打招呼，有网友兴奋不已，周笔畅走路好有气场，行走的 model。哇，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太好看了。元宵节也要一起过，期待酷姐比比，期待酷姐比比的精彩节目。歌手李斯丹妮也来了，李斯丹妮身穿黑色羽绒服和黑色棒球帽，搭配红色老虎毛衣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了，把时尚潇洒帅气演绎到极致。期待李斯丹妮的舞台，期待李斯丹妮在央视元宵晚会上的精彩演绎。视听盛宴，群星荟萃，春到人间暖，节来万家园。龚俊、周笔畅、李斯丹妮、宋轶、林允、万茜等众多明星嘉宾参与央视元宵晚会彩排录制，吸引了众多网友和粉丝的目光。与此同时呢，冰墩墩、雪融融亮相央视元宵晚会彩排现场也是备受关注。萌萌的冰墩墩和雪融融来央视2022元宵晚会了，真的是万众期待，夹道欢迎。两位新晋顶流冰墩墩和雪融融参加央视2022元宵晚会，两位小可爱还特意准备了自己的小节目，闻得此讯呢，众多网友期待不已。是啊，太萌了，萌化了，太可爱了，冰墩墩和雪融融这两个可爱的吉祥物同框，真的是太惊喜了，他们怎么这么可爱啊，好想拥有同款啊。小可爱们将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对对对，一切美好都会如约而至。龚俊、周笔畅、李斯丹妮、宋轶、林允、万茜、冰墩墩、雪融融参加央视元宵晚会，与广大网友欢聚一堂，共度团圆佳节，众星云集，群星荟萃，视听盛宴，不见不散，你期待吗？